香港去廣州咧，其實坐和諧號好方便，只要你搞掂買飛呢單嘢得啦。深圳和諧號咧，最麻煩就係要買飛，香港身份證更加麻煩，所以用呢張。後邊咧就係呢張工商銀行卡啦，其實我係申請另一張卡，咁佢買一送一嚟送埋俾我，係銀聯卡嚟嘅。大家看看怎麼操作了。首先去到原本要排隊買票的地方，那你就可以省回不用排隊了。平時這裡人山人海的，今天就好彩只剩幾個人，還有個食招在這裡，拿著這張卡直接走去過關。而這個原本是拿票的地方都省回不用去了。去到安檢的地方，好像這個姐姐一樣，將你的隨身行李放上去，可以細力一點的，然後就被人搜下身。那你張卡就放在這部入閘機的最前方圓形那裡，望著它人臉辨識通過，拿了張飛尾，這張飛尾就告訴你坐哪卡哪個位置，跟著坐沒走雞，最快的班車上到車，九個字到了，很快脆。Ay María, ven. Ay María, ven.